股市交易看资金，这是一只我非常喜欢的金融股，我也称之为 A 股。2021年12月24日星期五，这只股以 1.67 挂售，这一天热钱回流，从56.8千升至64.8千，商品通道指标 CCI 升起，动力指标也升起，股价也从2021年12月23日的 1.63 升至回升至12月24日的收市价 1.67。 会员意识在2021年12月27日星期一的时候以开市价 1.67 买入10,000股，2022年1月27日星期四这只股升至 2.06， 从 2.06 回退6个价位是 2.01， 沽售信号出现，加上当天系筹派发指标、动力指标相继滑下，更加强会员沽出的决心。会员意识以 2.01 沽出，净赚 3177.63， 回抽率是 8.91%。当天沽出是卖对点了。从2021年10月27日至2022年1月27日，总共持票31天，买入的秘诀是看资金的流动，看动力指标，看股价回升时买入。沽出的秘诀是看系筹派发指标滑下，看动力指标滑下，看股价技术滑下，意思毅然决定卖出。要在股市赚钱，就是要掌握买点这卖点而已，这才是真实的 is the moment of truth。价值投资如何让你知道买点即卖点呢？ Top Glove 把相信价值投资者害惨了，29.30没卖还买，现在只是99 cent 变成现股了，你怎么说？我们相信资金，因为聪明的资金总会找到会起的股票，我们跟进就对了。我们会定时主办免费的股票共理学初级课程，点击以下链接，现在就报名参加。